大家好，我是小辉。我们可以注意到前方的工程车辆疯狂闯红灯通过路口，我们到前面多进行检查。下车，没闯红灯，你们一定要停到红绿灯没？直行直行闯，左转左转闯，挡得住你了，下车。我都要看你们能跑几辆。叫你们安全负责安全人出来，否则今天停工。无论大小路口，没有一个你们不敢闯的。你给我升个分，看看用什么能拦住你们这些不要命的后八分。你们这一队车一共八辆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就无法无天了是不是？你老婆孩子看你这样开车怎么想？是让你出来挣钱的，还是让你出来敢死队的？我现在想知道你回去咋看他了。是不是应该让他心疼心疼你，命都不要了干活？一路上没有一个红绿灯能拦住你的。无论大小路口，没有一个你们不敢闯的，几乎连一脚刹车都快没踩了。因为有了绿灯，你说吧。有了绿灯，有绿灯吗？有。有几个？这个我倒没去的。几个你记不清？一会儿我用摄像机帮你回忆回忆。车牌号我们拍了多久？一会儿我一个一个帮你回忆。有绿灯，有直行绿灯，你左转了，对，从三泉路中央大开始直行绿灯，你抢到左转前面，到这个路口的左转一样是闯红灯左转过来，中间的直行就不说你了，停了一个没有，有一个减速的没有，啊，有一个减速的，是因为你要右转，那路比较窄。对不合格车辆，我们予以清退。我们同时也要约谈我们的主峰中保企业，让他们配合我们加强对车辆的路上的管理。我们会根据这个视频记录的情况以及车辆的状况，然后对这个司机和单位进行相应的处罚。因为我们在现场呢，施工单位已经对车辆做出了清退处理，同时呢，我们交警部门呢也会根据要求和法律法规，对车辆以及车辆所属单位进行下一步的严格处理。好，下面节目开始，李书记。